钟慧，钟慧，钟慧，你在哪儿？钟慧，钟慧，钟慧，你在哪儿？钟慧，钟慧，你在哪儿？你干嘛去了？管呢？我不管谁管啊！你不是说你一条腿跑的都比我快吗？嗯。那比赛现在开始了。嗯。我刚才去没事吧？到时候去医院看看得了。我真没撞着我，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人正不去医院，你得赔点钱啊，你说是吧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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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一下，不是，这你拿着，你先去医院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不能走，我要赔钱给你还不要啊？不是，我确实没事，钱拿着吧。别拿着，别拿着，没事。好人嘞，我这两个讲的不一样，好好好，你也是，吓死我了。 田冲，你救了我，走了。嗯，走了。哎，什么东西？我给你买的内裤。你给我买这个干什么呀？我不给你买，谁给你买呀？我来。哎，你怎么了？ 什么？于董亲自过来。好，那就按照原来约定的时间。我马上就回去，没什么事儿。小辉啊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。 我是病急乱投医，投到你这儿来了，不知道投的对不对。我是肿瘤科的医生，你说你来的对不对啊？会给我看出什么癌症来吧？哼，就凭你这拼命的劲儿啊，还真没准儿。哎，你说我给你检查这功夫，你打了多少电话？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不行。 既然来了，我今天就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。那不行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商业谈判呢。小胡，哎，帮我把杨医生和蔡医生请过来。好的。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怎么？跟我说实话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？<笑>大问题没有，但是小问题很多啊。我想把你身体里的这些小问题啊，都查出来，彻底根除掉。真的？怎么？ 你还真想得癌症啊？哎，排队呢，干什么？谁吗？我妈。在哪儿呢？ 别跟着我，多一条联系。哟，姐，沈叔叔，哎，钟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没事啊。感冒了吧？干嘛摸摸？哎呀，哎呦，啊，这孩子好烫啊！哎呀，你看我妈就神经过敏，我没事儿。当妈的都这样。你没事，你来干嘛呀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刚才磕了一下，有点疼。 磕哪儿了？胳膊。说了还拿那么多东西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这样，我带他去处理一下，你就在这儿等会儿啊。行，钟慧，走。啊，好，好，那我去了啊。
严重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收到，请讲。赶紧把你的内裤拿走。内裤？对呀，白色的纸袋，最小的那个，快点。收到，明白。刚才我落到这个座位上了，然后您就坐在这儿，东西都混到一块儿，我的。你落在座位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一分钟以前我女儿交到我手里，我把她放在凳子上，我没有离开过，这还是你的东西吗？啊，是你东西啊！哎，大家看看，他身上背两个包，你不是罐头，你是什么？这个包也是我的。这个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医院，你太缺德了。对，不是，偷到医院了。我没有偷东西，我是偷东西，我不是，我真不是偷东西，这是我自己的。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走，派出所去。派出所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干什么？偷东西了，偷东西了。谁偷东西了？谁偷东西了？不是他妈，他是我。我同学，我同班同学。他是你的同班同学？大学同班同学，田冲是我妈。同班同学跑医院来偷东西啊？啊，没有，刚才我们俩一块儿来的。你放在凳子上的东西他在偷？是我让他。不是，这个是他给我买的。什么？你给他买东西？你说给他买的是？看。哎呀，慧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你伤到哪儿了？我看看。我没事，就有点皮外伤。哎呀，以后得小心点，别想坐轮椅的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我妈睡了。没睡。书房。看你怎么办。突破封锁线吧。过来一下呗。行啊。钟慧啊，从英国回来都两个多月了吧？打算怎么样？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，就这么瞎逛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现在找一个工作可难了。那为什么不去自己的公司上班呢？去自己家公司上班算什么本事啊？我把你大学培养四年，又送你去英国留学，不是为了让你去给别人打工的。给您干也一样是打工啊。
但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你妈呀。公司早晚是你的，赶快去熟悉业务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新鲜的？没新鲜的，我走了，我累了。那好，我来点新鲜的。今天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生是谁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大学同学田冲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你审犯人呢？哼，做贼心虚。你那个同学不怎么样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能跟你在一起瞎逛，证明他现在也没有工作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你都光荣负伤了。那那个同学挺不靠谱的吧？戴有色眼镜看人。哎，你倒是没戴，但是你一次都没看准过。再谈朋友了吧？嗯，不行吗？不思进取。遗传？嘿，你跟我爸也不思进取。你别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啊！哎呀，你别再操我的心了，你就是操心的命。我的女儿都替别人买内裤了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干嘛呀你？这是我的女儿钟慧。我先想知道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姓田的男孩子的一切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陈总，你能给我多长时间？越快越好。可是时间越短，价钱越高啊。我知道，费用问题你跟刘源去商量。我只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些东西。两天。行，两天。老吹牛说你很能吃辣吧？你先吃我这个。好辣。还是农村的，你敢确定？确定，非常确定，而且还很偏远。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讲什么？陈总，您看看还需不需要我再进一步的调查？够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。我吓死了，你说，啊，大晌午的你突然打个电话回来，我以为出啥事儿了呢。俺们俩赶忙的从地里往回跑啊。你就是，你怎么又中午干活了呢？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我让你中午别干活啊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歇着呀。你这不是不让我歇吗？啊，我足跑了有二里地呀，你说，说吧，啥好消息啊？啊，娶媳妇儿了？亲，你就惦记这个事儿啊？我啥也不想，我就想抱孙子。怎么了？我妈说她就惦记抱孙子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终于转正了。啊？哎，哎，那就是说人家正式的要你了。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天爷开眼了！哎呀，我儿子呀，哎呦，有出息了！是上顶梁了。哎呀，以后工资也多了，然后那个，反正你就放心吧，我这边啊，啊，行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上班去了，你歇着啊，哎，姐，哎呀，姐呀，这下好了，你算熬到头了，苦尽甜来。哎呀，你要跟冲进城享福去喽。孩子刚毕业，城里头啥啥都贵，我不去。你看，那冲他爸死得早，你一边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现在就该他孝敬你，对不对？
哎，孩子他爸要是活着呀就好了。陈总，最近我看您总是胸口疼，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？没什么。哎，忙你的去吧。嗯。是突然疼的吗？哦，知道了。你只要坚持吃药就没事儿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陈卫红涣散乳房肿瘤已经癌变，并且已经扩散了。初检我们可以确诊为是乳腺癌的晚期。请问严冲在哪里？哦，前面直走，左拐休息室。谢谢。没事。请问田冲在吗？哟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我那么突然的来打搅你，我想跟你聊几句，行吗？好，你随便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了，你们附近有没有咖啡馆？我们今天更不用折腾了，我们那个饮水机旁边就有咖啡，我给你拿。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单独跟你聊几句，行吗？要糖吗？嗯，不用。就开门见山，长话短说。你是不是在跟钟慧谈朋友？其实我的女儿，我很了解她，她很不成熟，不思进取，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干。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谁让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呢？当然了，再就是什么都不干，我也得养活他。幸亏我能养活得了他。但是你跟他不一样啊，孩子，你跟着他一起胡闹，你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吗？再说了，我相信家里没有人可以养得起你吧。可是阿姨，我们没有胡闹。他一天到晚不着家，那这不是胡闹是什么？他一直想找一个就是合适他自己的工作，所以我最合适他的工作那就是玩儿。你们这些小孩子啊，就是一时的头脑发热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问问你自己，你跟他在一起合适吗？他身上那种大小姐脾气你受得了吗？他现在挥金如土，你负担得起吗？我可以以后挣钱养活他。你母亲不需要你养活，
你母亲是在农村的，她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大学生，她多不容易呀、啊！你别娶了媳妇你就忘了娘。您怎么知道？钟慧跟您说的。那真不是个省户的灯，啊！你看人家那话说，句句呢都是为你好，啊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俩分。说白了，他就是瞧不起农村人。哎，你别听不进去啊！那瞧不起你怎么着啊？啊？有本事你让人家看看，你比人家城里人强啊！我是不差呀，我学习成绩回回第一，我毕业的时候拿了一个奖，我差在哪儿了呢？差钱儿？我不会永远说没有钱的。哎，就你那工作，你干上十年，你能买得起人家钟辉家的十平方吗？两条路，一，挣钱，二，放弃分手。人家钟慧他妈说的有道理，你拿啥养活人家一个大小姐呀？我问你，真话。你让我放弃？真爱能说放弃就放弃吗？你不想放弃，好，你听我的，咱俩干一番事业，行吗？开个公司，让他们看看，从今天起，挣钱才是硬道理。那我设计院怎么办啊？不是，我熬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为了什么呀？我不是为了转正吗？现在我转正了，我等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终于转正了。我不出来了。钟慧啊，田中呢？田中下班没回来呢，要不你进来坐会儿。我不了，他手机一直关机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不会吧？他下班就说和老乡去喝酒。老乡？啊，行，谢谢你啊，小玲。没事。田中，田中，田中，这怎么还哭了呢？哎，怎么喝成这样啊？两瓶白酒，那还不喝醉？嗯，你就让他喝，你不拦着他点儿？我拦了，我没拦住呀，又是哭啊，又是闹，又是唱的呢，哎呀，嗯，大宽，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回来，
行了，别看了，以后您不用处心积虑把地板敲松来监督我，我每天回来多晚我都给您汇报一声，您呢也别管我去哪儿。这就是你跟你妈妈说话的态度，要想别人尊重你啊，得自己先做到。我把你呕心沥血的养大，还得不到你的尊重，两回事儿。以后你别管我的事儿啊，你找了一个农村小子能不管你吗？农村小子怎么了？你这典型的嫌贫爱富。批斗谁呢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大学都毕业了连这点都不懂啊？有点钱就叫有经济基础啊？有点钱就可以瞧不起所有人吗？说什么呢？有一点钱，没有钱怎么把你养大？没有钱我们家过这样的日子？我是为你好，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，我知道这样的感受。钟慧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忘了他吧，他配不上你。你开玩笑呢？以后不要管我的事情了。我不管谁管，谁让你是我的女儿？那我不当你女儿行不行？我还就是农民了，我就找穷小子过穷日子去了。你走啊你！我看你三天以后回不回来。在你眼里我这么没出息吗？这是你说的。钟慧，钟慧，钟慧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走，你也把话说清楚了再走。好，说清楚。我爱田冲，田冲也爱我，他为了我是可以舍命的。我说清楚了吗？你认为你这种爱情的誓言，他经得起考验吗？哎呀，你们俩这又是怎么回事嘛？那天把我从车轮下拖出来的人是田冲，就像当年我爸救你一样。钟慧，不一样的是，田冲没有坐轮椅。钟慧，钟慧，哎呀，哎，桂红，桂红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你可醒了，吓死我了。小琪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叔叔一个人在家不行的。钟慧她回来了吗？阿姨，你不能起来啊！你别管我。阿姨，你不能起来，不行的。你别管我。你这干什么啊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叔叔一个人在家不行呢，你没听见吗？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？你出去。钟慧在跟我生气，跑出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我得去找他。不行，你现在是病人。我刚就是被他气晕的，我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不行。怎么叫不行？我女儿出去了，找不到，我得去找她。你现在夜都没出吧？你怎么能走呢？不差这一点。我现在不是你的朋友，我是医生，你不能走。你不是说我没什么大毛病吗？是。不过，那你告诉我，我这得的是什么病？还没有确诊。是同学，你要撒谎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要不跟我说真相，要不你就躲开，让我走。就躲开，让我走。魏红啊，你怎么这么倔呢？你。是爱。乳腺癌晚期，魏红，魏红，其实癌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只要我们积极的配合治疗，就会没事的。我是不是要死啊？你必须积极的配合治疗，不然你的生命最多只有18个月。
气得我头疼。是我头疼好不好？传染。你别在这儿躺着呀，回家吧，我送你。嗯。都11点半了，你不回家你干嘛呀？就不想回去。你不想回去，你爸你妈那怎么说呀？我就是让他们为我着一把急，谁让他们不尊重我想法呢？你起来吧，人家大块儿还得休息呢，起来。你带我出去散散心嘛。哎。嗯，有这点散心的吗？有啊，散个2分钟，那我送你。你爸我那么高兴了，我就带你回家。怎么才能高点影响行不行啊？这还有个大活人呢，你俩越甜蜜我越痛心，你不知道，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了。开车出去吧，快。哎。哎。开车出去散心吧。散什么散？走，我开车带你去醒酒。咱们这去哪儿？这是？你管呢？开到哪儿是哪儿呗。喂，老郑啊，我正在输液，没事儿的，你放心吧。钟慧回来了吗？这个孩子啊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那你自己就早点睡吧，啊。啊，老周，那我输完液，我明天一早就回来，啊。别忘了，睡觉前你要吃药。听了呢，这该不会是坏了吧？什么毛病啊？哦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，这应该拧哪儿啊？你别动，别动。嗯。再试最后一次。你没油了吧？有啊。完了，这可能真坏了。这大宽买的什么车呀？别着急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我这没信号。啊？真没信号。这是哪儿啊？再往前看一会儿，就有一片湖。大半夜看什么湖啊？可漂亮了，尤其是晚上，手牵着手，多浪漫啊！你浪不浪漫的？现在车坏了，哪儿都去不了啊。就在这儿待着挺好啊。在这儿得待多长时间呢？我们可以一起开日出。晚上没睡，
我也是一宿没合眼，我不知道跟你说了实情以后你会是什么反应。有些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，反而恢复得很好。可是你呢，你又太聪明了，不告诉你实情，你也不会很好的配合。你的心理压力不要太大，有些病人就是被吓死的。 癌症晚期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以前啊，在我身边的熟人当中，我也听说，我也看到有人得了癌症的。 可是我一直认为那些事情离我很遥远，我风风火火的忙来又忙去，真的没想到有一天这样的厄运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。现在我就是再有能耐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想了一晚上，什么也没有想清楚。 但是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会抓紧最后的时间，把该做的事情处理好。魏红啊，你怎么还想着工作啊？不是工作，是我的老公。你知道他是一个坐轮椅的人，他的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？ 还有我的女儿，大学刚毕业，不谙世事。我怎么样才能顺顺利利地把我的公司交到她的手里？我必须尽快为他们安排好这些事情。你不要把事情往绝处想，好不好？我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，真是我的幸运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你得先告诉我什么事情。我的病情你必须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不要让我家里人知道。嗯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，要好好配合治疗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想死。 但是我现在也不能住在医院里头。你也不能这么着急啊，等你的身体恢复的稍微稳定一点，然后再出院。我不能让老钟起疑心。哎，魏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正准备去医院看你呢。没什么。真的没什么。不过就是一点低血糖嘛。钟慧联系上没有？哎，这孩子太任性了。 这个孩子就是被你惯坏的，现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，他就跟我使性子。你说婚姻大事怎么能让他做主？跟着那个农村小子，彻夜不归。好了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啊气坏了身体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一晚上了，指不定跟那个小子又做出什么事情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刚从医院回来。 赶紧回屋歇会儿吧。我能歇会儿吗？我多歇一会儿，这个小子就要多动我女儿一份心思。哎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找他去。哎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林宽。嗯。田中在这儿吗？你哎，不是谁让你们进来了？哎，你们这私闯民宅，你知道吗？他人呢？什么人呢？你是谁啊？ 你赶紧打电话把田中给我叫回来。你太把你自己当警察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凭什么给你叫？你少废话，我告诉你，钟慧现在失踪了，家里已经报警了。钟慧失踪了？对。
这不可能，他是开我车呢。他开你车跑的。大哥，我你那什么破车呢？妈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天堂，却让。